就是浪浪走着走着，那右脚啊就有点瘸了。啊，是扎到东西了吗？整个右脚绷起来。到底为什么突然会这样呢？我这么大了，这个前面是翻过查看掩护最陡的一个山路，很陡，你看那凹凸太陡了，然后唉要推上去，慢慢会让那个右脚掌疼，那只能让娜娜坐车里面。行，坐好了，坐好了，拜拜，可以了，去翻过这座山吧。通过这座山就查看掩护，谢谢了。找到一块空地，然后在这里停下来休息一下，检查一下他们。Hello， 老雷啊。这样。现在开始下雨了，开始下雨了，太糟糕了，现在状况。让我检查一下，让我哦，我知道了，扎到铁了。看到吗？哦，幸亏扎的不深，刚刚那个针不小心掉下去了，太小了，找不到了，怎么找都找不到。哎呀，吓死我了！刚刚突然给一腿了，吓死我！我以为是什么事，然后刚刚检查，原来插了一根很小很小的一根针，然后也看到了那个针呢。他那个脚掌插的不是他里面，结果很浅的那一种，真的还算幸运的。之后不让他走路，虽然一段时间就慢慢会好，应该不严重，应该还好。接下来的话，我要从这条路推上这条路，然后再推上这条路，再推上去对面那条路，放大，推上去对面那条路。还要上，我都受伤了，然后又要翻这座山，然后又下雨，应该算是我骑行青海以来最难的一个段路了。好吧，我相信我可以克服它的，然后接下来就让娜娜可乐都坐车，出发之前先吃点东西，喝点东西，然后让双腿休息一下。然后准备充分了，就开始去挑战这座山峰了。好了，休息完了，现在出发。熊谦，好了，熊谦，好了，熊谦，好了哈。
推了，已经推这个山路，推了一个多钟了，唉，太远了，在的。我在的是在你在的是三这个山路再大我也会坚持下去的。坚持下去的是因为这后面再者的是我的家庭受伤了。怎么样你会跟过载着他们载着他们翻过这座山的怎么样你啊坚持好了刚刚走着走着就自己跳下来了那、啊、你是看我累了吗自己下来走好了做好休息啊好好休息这快到终点了等一下好狗啊前面那个坡那个弯路之后到底是不是垭口啊我很希望那里就是垭口哇我现在有点累希望是垭口吧对了那里就是真正的垭口了真正的垭口了现在经过6个钟头的翻山越岭我已经爬到了橡皮山的山顶这里海拔3817米爬了6个钟头双腿麻了手也麻了就是已经到极限了还好到极限的时候终于到达了山顶不过现在心情就感觉是还是挺高兴的自己带着2只狗狗终于做到了今天真的太难了狗狗浪浪受伤了然后载着它一直推车推载着2只狗狗一直推车推到这边山顶还是做到了很高兴好了先接下来的话我就要下山去山脚下找那个可以遮风挡雨的那个营地了要继续出发了好继续走了行可以了好了上车好了上去上车好了你们坐好了哈啊，我们出发。太阳下山了，然后天也快黑了。接下来的挑战就是要在，可能待会就会变得漆黑了，就是要在黑暗的山上走山路，赶到目的地。要好考验眼力。总之，祝自己一路顺风吧，平平安安。
漆抹黑的，吓死人了。看了一下时间，已经是晚上的10:11了。找家面馆进去找些吃的。好了好了，停下来了。啊，刚刚在山上从3817米的橡皮山顶那边骑车，骑黑路下山。哎，说实在的，真的，心跳得可厉害了。还好，还算安全下来。然后现在来到一家食店里面，点了一份炒拉面，填饱肚子先，再找扎营地，好好休息一下。那个炒拉面已经上来了，哦，好大一盘了，好饿。好吃。今晚就在这个大门口这边扎营吧。这边有风吹呀，但是呢，可以把帐篷搭在这里，挡一下风，就不怕了。这边的话，最起码有一堵墙可以挡挡风。好了，赶紧搭起帐篷来。好了，睡之前给狗狗弄了猪耳朵啊、鸡胸肉啊、狗粮混在一起，让他们吃个饱。昨晚我就是在这个地方扎营，路边扎营。这边车不多，所以扎营还好，睡得还好。可乐浪浪，昨天浪浪脚不是受伤了吗？我看他今天好像没事了。不过也对，只是幸亏昨晚那个针啊，插的不是很深，所以还好，很快就恢复了。昨天辛苦你了哈，浪浪。好了，辛苦你了。